这一棵树，这个树叫做面包胡须面包树。听说这个树啊，从树根、树茎、叶子，还有它的果花，拢会使食。可以讲这个是对非洲来讲非常好的一种农作物，而且它有一个最大功能，它可以存水。哎，没有水就挖一下，它水就出来。一棵树可以放非常多非常多的树，所以这个国家它就是我们叫做布吉纳法索。下面各位可以看到，你不要看下面这个底板有玄机哦，底板就是他们国家的样子，就是这个，它国家的地图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上面画一个树，因为这个树呢叫做胡须面包树，正奇怪，树枝应好像倒过来，豆桃栽一样，上面应该是好像根一样嘛，树应该，所以我这里也有一个图啊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图在。对，这个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，就是类似这样。哇！啊，各位看到有没有？这整个好像豆桃栽一样，这应该是好像应该是属于树根嘛。哦，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一点，他们很特殊的燕，这个应该是非洲很特殊的一个动一个植物啦。什么都可以吃。所以他们的国家的国徽里面就有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再请各位再往前走。